原标题：红军被包围，司令率部投敌，政委万念俱灰，遁入空门城和尚。1934年10月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，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，开启长征之路。各大南方苏区是红军辛苦建立起来的，自然不能拱手让与国民党。党中央决议一部分红军留在南方打游击，杨岛明在此时临危受命，出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和政委，继续与国民党围剿部队作战。杨岛明的早期生活异常艰难，他的父母先后离世，长兄被枪杀，姐姐和姐夫被卖到其他地方。杨岛明悲痛欲绝，决定加入革命队伍，为全家报仇雪恨。1930年，红军解放杨岛明家乡江西兴国县，杨岛明加入农民协会。两年后，杨岛明被选举为兴国县苏维埃主席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岗位上，杨岛明兢兢业业，先后动员6000余名青年参军，被党中央授予模范兴国光荣称号。然而，杨岛明面临的工作时间巨大，红军主力长征后，国民党继续对苏区进行围剿，杨岛明率领的省委和红军四个团枪弹短缺，粮草无以为继，战斗力急剧下降。不久之后，杨岛明接到中央分局的一份电报，指示闽赣省委不必再与中央分局联系。闽赣省委内部出现动摇。1935年5月，省军区司令宋清泉等人率领3个团叛党投敌，并向敌人透露了杨岛明的行踪，敌人包围省党部。杨岛明率领省党部干部力战敌人1个团，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，却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。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，杨岛明不得不躲进寺庙藏身。在寺庙的那段时间，他悟出人生真谛，从此皈依佛门。建国后，杨岛明先后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、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。1999年病逝于永泰县安亭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